大家好，我是梦梦。跆拳道品势项目是由表现与正确性两部分作为评分的依据。为了掌握 0.0 级的表现分差，所以每每的上场是需要的哟。在跟大家分享比赛过程之前，介绍一下我手上的这只泰迪熊，它叫做 Yukich， 来自日本石川县的广野小学，是我们与广野小学学伴活动中的亲善大使。希望今天我能带着它走上颁奖台，加油！0.06 分差取得银牌，张再能些或许就赢了。最终如愿带着 Yuki 一同站上颁奖台。有点小尴尬，他们一定觉得我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带着泰迪熊来？他可是为我带来好运的呢。很高兴更新自己全国品试的成绩。小学生涯还有一年，努力争取明年的金牌，加油！ Yukich， 明年我比赛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回日本了吧？到时候不管你在哪里，都要为我加油哦。最后，谢谢仁爱道馆陈教练，阿里嘎多。